家早安呢、啊、，Hello 啊！我夹个刘海，你等我一下。把刘海剪太短了。大家午安。叔叔，我跟你讲一件非常非常非常开心的事情，就是我终于找到我的衣服了。时隔几年，我终于找到这个。今天礼拜四，你是去丢垃圾吗？没有。就放在哪？我把它收起来。我没想到我把它收起来了。开播两次，不要再笑了。咪人心。我最近又一直被咬，真的好痒哦，各种被咬，这里也是。家里都找到了，我说要很久了，好吗？你也没有用啊，奇怪哦。最近蚊子多，这个不是蚊子哎。而且我的刘海剪的有点特别，蚊子是多啦，但这个不是蚊子，不知道是不是跳蚤。你那个有点麻烦，好的。国树，好久不见。我背这个是要跟大家分享。你们看，我同学做给我的恐龙包包，他超厉害的。他自己一个一个勾的，是不是很可爱？我也觉得很可爱。可是他装不了什么东西，我的钱包已经够小了。他这全部都是手工的，可爱吧？他昨天来跟我拿肉粽，然后就给我这样，可以装我的可爱。手机装不下，我的钱包。已经很小了，钱包也装不下。
只能带信用卡出门，信用卡没钱也没有办法刷。好可爱的哦，可以装口红。对啊，到吃粽子的季节了，我们家已经包了很多颗了，装得下。这几天一直下雨，真的是很生气哦。昨天洗衣服，今天都还没干，然后就臭掉了。我觉得我要再去夹一下牛排。恐龙自由哎，看吧，奇奇啊，奇奇关了，把你 QQ。那你有预约那个侏罗纪套票？哪个侏罗纪？我跟你们讲，我还要买恐龙被套，还没拿到。实现恐龙自由啦！我再把它绑短一点，这样才看得到它。手手也很可爱啊，哦，你们知道最近有出那个吗？侏罗纪公园有电影，然后有附那个，对，那个杯子我姐有传给我，但我觉得那个杯子长得很可怕，你好像在吃它的脑袋。有那个图片，你买了啊？我觉得那个杯子长得很可怕。看起来有点奇怪吗？我去拿我的早餐，我肚子好饿。那就对不对，单程。
西。对啊，迅猛龙。哎呀，我觉得下雨天就是慢慢等啊。我觉得下雨天他们就很辛苦哎。对我，他们来我都会特别跟他们讲说辛苦了这样。反正也没多少钱，看来你真的很有钱。拜托不要再下了，绣球花都要泡烂了。你们觉得我今年到底会不会看到绣球花？谢谢短信男子送的告白气球。长不出来了，对啊，你知道我每年都是很想去看绣球花，可是因为下雨，我就觉得说啊，那个绣球花都被泡烂了。今天实现恐龙自由哎！对啊，还不了。我记得我姐之前去台中吧，还有特别去拍去那个，然后拍恐龙给我看。高一点，大概看得到。腋下包是剑龙。他本来问我说：“你想要三眼怪还是恐龙？”我就因为我三眼怪看看，我觉得还好，就是勾出来都没有那么可爱。我就说：“那我也恐龙。”我看到那个我也恐龙。您说台中的那个恐龙？很想去台中，这头贴是什么？我有去过台北的，台中有什么好玩的？我也不知道，力宝。力宝是算在台中吗？我肚脐被咬，好痒。力宝。今天他们不是要去台中？台中有很多夜市，那个汉西夜市，对啊，被咬，肚脐也被咬。哦，有去过一次，
有一次去台中，我是很想去那个什么夜市，然后结果一查，礼拜三了还是礼拜四公休。我真的最常遇到这种事，你知道吗？想去结果一去公休。午安呢，小英 ，Hello， 高白小。青苹果发财了！太原夜市是吧？太原夜市在哪里？我就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说的那个夜市到底是什么夜市，突然忘记。我之前在 D 卡上有看到，然后人家介绍很多，然后我就已经排好我想去吃什么了。结果他没开。昨天 IG， 昨天 IG， 我没有看到哎，为什么？我没有看到哎。我跟你们讲，我把它吃完了，我只留豆豆、黑豆跟黄豆。然后发财，你中发票是不是？你那个800块，我昨天还喝。有啊，太是太昨天了吧？都是同一个爱，是吗？你可以再 tag 我一次吗？我那时候有三个选择，我那时候是1299跟1099，还有一个600多块的。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在犹豫要买最便宜，可是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高风险的人，因为我们坐的，然后人又这么多。不小心剪太短，然后我就选了，因为我就跟别人讨论了一下，我就选了1299。我只能说幸好我那时候有包，但是没想到，因为我们人多，然后我也喜欢乱跑，所以我会觉得。我可以保贵一点的，结果没想到是被我们家小朋友给 gank。我剪了一个那个李圣经同款刘海，差不多剪到这。今天大家是怎样发大财耶？谢谢班生送的告白气球。我还需要吃药吗？其实我那时候药也没什么吃耶，就是我发烧我就吃退烧药啊，如果我没烧我就不吃了，然后可能鼻塞我就吃个。这个什么发炎的药，就是鼻子。哇，太不小心了吧！我可能有痰，我就吃那个止咳化痰，但我没有一直吃，对。
就我可能觉得我不舒服才吃。你再说一次，你不小心点到你跟我要，你干嘛？你什么意思？尊重啊，没被骂过是不是？我告诉你哦，我现在记得你的全名哦。还是要多喝温开水。好的好的。戴耳机被吓到。你是说叫你全名吗？好的啦。我觉得你可以去卖饮料了，叫做好的啦。你改名了。林龟啊，青龟鱼好了啦，一定改。欸，这样如果以后生小孩，然后那个。就是可能在家长会就说大家好，我的爸爸叫做林桂宇。清明你又没抱，他会有小孩吗？不好说。会，他说会。我等你哦，请问要几期生？我决定要去拿凤梨来吃。恭喜恭喜，请您参加婚礼。你是我吗？我一定会带着我的女伴一起去的。啊，如果你把东西寄给你那个我女伴，她就会说我会带着我男伴去的。他的目的应该是我的女伴，你都要结婚了，还在，还在那个词怎么说？啊，还在基于我女伴，这样你不 OK 哦。老婆可能会直接悔婚，不会结婚。会吗？黑尾鱼是鲑鱼的朋友吗？我觉得还好哎，鲑鱼好朋友。
什么叫做愚修女？我想问，我想问帝王赠一个是多少钱？对啊，包子很了解，看来他平常也是出蛮多的，还到处送 kiss 啾啾。我知道这个特效叫做啾啾你哦，看来他已经知道我下一步要干嘛了，他直接把我的嘴巴堵住，他花钱让我闭嘴。吃啊！他们吃完应该会被骂，可是我还想把它吃完。可以来是什么？可以来，来，继续来。愚修女是什么？小游客没有啊，我昨天正在思考，因为那个课是线上的，我姐帮我报名的，这样。然后我在思考，课是1:30开始，我2:00开直播，请问呢？3:30结束，那我要怎么办？结果是今天开直播，是我误会了我自己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一直觉得昨天你在说。一样是学校的啦，
劝我的，我也这么觉得。然后我昨天才戴着一只耳机听。谢谢大家的追踪。就差不多是那种，他应该也是上课，可是他是那种，就是公司介绍，像可能像那个，对啊，1:30上课啊，2:00开播，我上了半小时，然后再开。我上次有听那个微创的。对，就是他们会介绍公司，然后招你去公司上班，这样这种，你都不觉得奇怪？我觉得没有打开看到就觉得有点怪，但也没办法嘛，已经开了，那就聊个天嘛。哎，也没有聊什么啊，对吧？我就跟你们讲说，哦，我觉得今天是礼拜四的。整个错乱，但我现在没有像以前那么慌张。你们公司对？就是有点像，那叫什么？直癌。没有，这个是自己去报名的，然后他会有时数这样，然后可能还可以领一些什么 seven 30块礼券啊，这样。因为现在都是改线上嘛，不是啊，你也不能说美术相关你不能去做微创啊，现在大家就是都这样，对吧？没有说做美术不能做微创，但我应该是不会啦，我没有那个脑袋。我姐前几天要笑我，她前几天要发那个脸书发文发这三个礼拜家里发生的事情，智障的事情。有我智障吗？我可是第一人的，没有啊。我看一下，我姐。前几天我就跟我讲说什么确诊会得脑雾，我说什么是脑雾，来哈，我 Google 脑雾给大家看。就是怎么说？脑雾，雾是那个雾，对。是一种偶发的认知功能障碍，
无法专心思考，思绪会变迟钝，就是会有点变笨这样。然后我就看着我姐跟她说，你妹在还没确诊之前就已经是这样。所以这对我来说应该还好。超级不舒服。好像不会。好像不会。没过吗？什么东西没过？不是啦，就是有跟我们，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看，我下播再看。哦，就是有跟我的女伴说，我的女伴有跟我说，就是我们可以交换穿这样。所以我现在目前还不确定。我这一个嘴部好痛。听说他直接拒绝你吗？没有吧，听谁说。女伴是同学吗？女伴，我的女伴你不知道是谁吗？直播耳闻，看着我失去最终，你曾经爱过我，让我们回到那一秒。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呀？要说什么？能不能继续对我哭，对我笑，对我好，继续让。好，那我讲，继续讲我姐发文笑的事情。然后我前几天就在用那个居格可以有补助的那个，就填，我就填到后面，他就跟我讲说，就是反正他就是说我输入错误。这样，我就跑去问我姐，我说，他说我输入错误，哎，你可以帮我看一下吗？然后我姐看了之后，她就开始狂笑，她说人家要你拍存折封面，不是跟你讲真的封面，因为我就拍了封面啊，她就写封面啊，我没有读错啊，她就写封面两个字，对吧？是吧？我就拍了封面了，然后我姐姐狂笑，她说人家要你的账号，啊，可是她说封面呢，她说你截图传给我，啊，太好笑了。然后她就发文说，这是那个事隔。什么职业病人后第二个让他觉得好好笑。你有听过职业病人的故事吗？如果有应该也忘记了。小蓝啊，小蓝跳。
桶里，它烧烂掉哎、欸。啊，它就写封面啊。那你要你也写清楚说要有账号啊，对吧？这不能怪我吧？哎，你不要这样，我就不常用，不常用这种东西啊。啊，我就已经打了账号号码给他了没？不方便。啊，我就已经给他账号了，他要跟我要图片，然后写出封面，我哪知道他要包含账号啊？你当初我就可以理解了，我就跟他们讲哦，真确诊前就已经这样了，现在才理解，理解，理解。OK， 我的问题哦。我是脑包。没事，好，我要来讲那个职业病人的故事。我之后有一次不是说我肚子很痛吗？然后到晚上我真的是痛到睡不着，然后我姐就带我去挂急诊，然后因为那时候疫情也还是这样，就要写那个啊，而且我没有去看过，所以要写一个病历单。然后就是填填填填填，他写职业，我就看着他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写了病人两个字，我姐看到之后他就笑死，笑死。这有讲过，结果傻了，确认人家智商。你走进来，然后问我八七多少，我一定回答不出来。看来是，哎，你这么直接说我有病，我会不开心哦。那不行哦。职业可以写，哦，我上次去 PCR， 我是写职业是演艺人员，好像是这样。握手师，他们想说这是什么奇怪的职业，这样。合照师。我是人形立牌，专业吗？不是，是专业打粉丝的手，小偶像啦。我是恐龙饲养员，摸骨师，好可怕的感觉哦。谢谢小米送的，这是念韩泥子，和你一起。哎，这有出去朦胧，可是我比较喜欢这个。我那时候其实考虑要买大在想，但是我被阻止了。和你一起，哼，和。这个名字看起来很不汉，感觉很适合二声啊。如果有个名字叫做
叫蔡依翰。你看，如果我今天不会念这个字，你看觉得这个名字看起来蛮温柔的，有三角龙吗？好像有，但是你念出来的时候蔡依翰，你不觉得听起来很阿汉吗？八百公尺，五百公尺，一百公尺，到了。跟我一样温柔，我的名字是最不温柔的那一种，跟人比起来，真的。然后就开始用那个爆米花。拜托，不要再这样。我妈说我的脖子都歪断掉了。来敬礼。它烂掉了。拜托，快点听雨吧，听雨，大家来跟我一起听雨，不要再笑了。紫乌龟灯塔什么意思？这样好像蛮可爱的。我跟你们讲，最近那个乐高出了梵谷的画。哦，纸陈情民众说很想跟肉肉女仆合照，谁？你告诉我。看起来超赞的，对，而且没有想象那么贵。请你写那个陈情书来，然后一一把名字列出来。6月1号发售，那个应该是，我没有看到发售日期，但是就是那个。然后还有法拉利也出，法拉利的那个，好哦。真的，我自己在家穿就都觉得尴尬了。你要跟叔叔说，叔叔说，那他也要穿女仆装。结果那天一堆人在外面排队都穿女仆装，没穿女仆装不能来给我拍照。但说实在，我还是比较喜欢实体的那个法拉利的那种。光的，
你真的有准备？真的假的啦？我跟你们讲，我瘦到45公斤这件事情吗？我每次讲完都会忘记。但是也没有到45很瘦的，这样就45.8，我吃两口东西就回来了。我最近又回来了，我已经回到了47。47，他去勾勾那边臭臭了。我真的是只要是叠字的例子都跟我很有关联，肉肉瘦瘦臭臭。我之前还叫什么日日。Hello Martin，好久不见。时间捏到玻璃圈呢，谁上结果我点了个不良示范。 Hello 你好，我跟你们讲，我最近很常就是会去刮到手，然后就会这样，我这里也有一个，然后好痛。每一次进口都要低科技。大家还学会了？等一下，我问一下问题。那个裤子会不会太粉红了？很不习惯，一个小洞，就是不小心可能被比较90度的脚就在就刮到。现场不能酷哎、
力哦，我最讨厌这种东西了，就是可能拿纸啊，还有拿那个粽叶。我跟你讲，粽叶还是干的时候，它摸起来也很刺。还有那个，以前路边不是都会有一种草，长长细细的，然后长这样，那个也很腻。对，我跟你讲，这种东西只要就没有了，我觉得是。就是你洗澡的时候都不会有感觉，当你发现它的时候就会爆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就会很痛，真的。我前几天是刚用到之后，我就看，应该还好，没有流血，我还挤了一下，就过没多久就流血，真的。为什么好像那个上次去拍《星光鱼肉》新闻的那里？我刚刚在房间放了一个水烟式杀虫剂，我真的是咬到这块不行，他们一下咬这，一下咬这，一下咬那，一下咬这，又咬这，真是哦！而且最近家里不知道为什么有蚂蚁，会不会是蚂蚁咬的？我前几天就是换了我们房间的床垫，因为实在是就是之前睡那个床垫实在是睡太久，我妈妈躺的那边，我妈妈躺的那边就是已经凹下去，我就觉得需要换一个。我又请他们吃药，他们觉得很好吃哎，这黑黑的一坨在那，就然后就都不见了。然后就是因为我是跟朋友买他们他二手的，因为他是之前去台南工作的时候，他是台南好像台积电工作吧，可是实在是太累了。对啊，这个床也没有睡几次，然后因为他就每天上班很累很晚，回到家想说休息一下在沙发上，结果就睡着了，就隔天起床就要直接去上班，他就每天这样来回，然后我就觉得那这个应该可以买了，因为也没有睡过多少次，然后他现在搬回自己的家之后，那个床垫就放在那了。然后刚好聊到这件事情，他就可以便宜卖，我就买了，耶、yeah ！然后我们家现在那个旧床垫呢、啊，就被放在房间的旁边靠着墙这样。
但最近在下雨，而且我到底要怎么自己一个人把它搬去楼下的？到底要怎么搬呢？超重的感觉，超级重，用丢的，闷板，心，也没有办法。应该说我自己个人我可以处理，但我们家现在就是有两个，简单来说就是个废物的。因为我姐呢是属于那种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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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弱的女子，对，两个不算能力的人。然后我妈呢就是年纪比较大，他从一楼提东西提到二楼，很重。他就是上来之后，他就会开始一直喘，就不可能叫他搬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姐就是个废物，对，废物，不在家，废物。我姐真的力气很小，很小。他之前去日本回来，然后拖那个行李箱，他没有办法自己一个人搬到二楼，没有办法。No. 他之前去那个家乐福拿那个小只的哑铃，他举不起来呢。Hello， Poppy 牛奶， Poppy 牛奶。Poppy 很帅，啪啪啪啪，但我不会跳，抖抖，用力。肌肉，不会，不会，真假真的、啊，我以前超弱。Aki， 他是 Aki 耶、欸。不行，太难了。Poppy 很帅。啪啪啪啪啪。他举不起来。我姐是废物。我前几天，前几天我忘记，我好像去公司，然后我回来就刚好姐姐下班时间，我就说，哎，那我在这等你哦，等你下班一起回去，我就刚好搭公车回来。然后我就等他，等到他之后我就说，啊，我想吃锅烧面。他说还是你要吃，没有，他说你要吃面线吗？我就说可是我想吃锅烧面。他说可是你妈会煮哎、欸。我说还是回家吃肉粽好了。然后就回家，妈妈不在，我找不到肉粽。然后我就真的很饿，然后我就拿着家里的一碗泡面，因为我一直很想吃吃看，是那个剥皮辣椒鸡，我就很想吃看，我就拿着，我姐就说，可是冰箱里有面包啊，你要吃面包吗？但我不想要，我不想吃甜的，你知道吗？面包是甜甜的、啊。谢谢 Poppy 说的，都比心 ，Poppy， 然后他说还是你要叫外送，然后就拿了那碗泡面，
他一下跟我讲面包，一下跟我讲外送，然后我就是滑了一滑，我就看着，可是我想吃粥，比心眼要，要了吧？然后我就说我想吃粥，然后他就跟我讲说，那你还是吃泡面好了。我说到底怎样？因为我想吃饭，我打电话给我妈，我妈不接。我当时真的是快饿疯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妈接了之后，你在哪里？我要到家，我要到家了。啊，你要吃什么？你要买东西回来吗？我要到家，我要到家，回家说，回家说。我说我吃了，那你要吃什么？因为最后有找到两颗肉粽。我说、啊、如果我吃了，你要吃，我们两个吃了，你要吃什么？大家大家挂断，我觉得整个火快上来了，没有，已经上来了，气死！因为我真的很饿，然后我要问说，那我们吃了，那他等一下吃什么？他不回我，就给我挂断，我超生气。这什么对话？他都这样啊！暂停了，坏蛋特效。哦，我想问一个问题，就是在座有就是保险员吗？还是其实你们大概也都知道，反正我就先问问题，你们就知道了就可以回答我。就是我可以自己去送件这件事情吗？这是可以的吧？因为我看网络上有人自己送件的，可是自己送件是要本人去吗？还是怎么样？申请保险吗？是那个啊，因为我看网络上有人是自己，我去看迪卡是有人自己去送件，知道是真的吗？因为那时候，因为整件故事是这样，我们家的保险当时都是我大姐帮我们保，就是帮我们用的。然后因为保险员是她朋友，然后在这段时间，我姐就一直很急、很急、很急的跟我们要所有资料，很急，也不知道她在急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她说：“哦，快快快快快，怕怎么样怎么样又改，然后就拿不到之类的。”然后呢，反正就是杂七杂八一堆，然后她一直跟我们要，也不知道急什么。然后我就前几天问她说：“所以我们的资料送了吗？”她跟我讲说：“还没。”都已经过了多久了？所以就是我姐有看到有人自己送，那我们就想说，那我们自己送就好。你的美，你的味，要处理很久，好累。他一定是巨蟹座，巨蟹座讲话都不讲重点。但也有看到人家说，就是现在送，很快就拿到理赔金耶。但也是有看到有人超过14天有拿利息的。我再多查资料，谢谢你们。巨蟹座什么意思？
什么 emoji， 我没有更新，所以我看不到。我不想更新，除非要逼不得已。你赔吗？对。谢啥？没有关系，这没有关系。啊，你听我讲啦，你花了这个三分钟。怎么感觉今天时间过慢？我怎么感觉我开很久？还是我的话题都聊完了？所以我这么觉得。我想夹个睫毛。刚打喷嚏，哎呦！话说你昨天是不是有开播？对啊，我想聊分组嘛。我觉得。没有什么好聊的，不是我说的没有什么好聊的，是我们只是一个形式上被分成两组，不代表说我们被分成了两个团体，我们终究还是 AKB48 Team TP， 所以我觉得跟谁在一起都无所谓。对，这是我的心得。马上就来。都要交流，可以跟你在一起吗？不行，你是我好朋友。什么意思？什么叫交流？你说组员关在一个房间里聊天吗？张开把手松开，呜呼，补个酒精。确实，哭什么哭嘛？你喜欢的人要不是我，不要这么勉强好不好？话也不是这样说的。不然要怎么说？你的心上人并不是我。有人说我不该来的，我不该来的。什么叫地狱菜单？什么意思？像是高海。所以青苹果还没回我，所以你觉得要交流是什么？麻油说你训练完的感想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哈？你刚刚不是上面说成员要交流？练入门的时候，什么？你说昨天哦？我跟你讲，我现在打得好酸。分组只是我说分组只是形式，成员本身就该交流。考核以前，我有上过一次麻油老师的课，他就说来，对不起，烦恼，我有点听，我有点。
我也不太会。那时候教的那个老师真的是很厉害，可以瘦手臂哦，小米。厨师机真的，没跳那个。嘿嘿嘿嘿，哒哒嘿，哎哎哎哎哎哎哎，你累了，这就累怎么行？哎，拜托，我真的觉得你们要就是在这么多粉丝里面找十八个人出来跳 cover 这首歌。我体力很好，没有，我体力超烂。我是一个很懒的人，所以就是你知道，you know， 不太怎么喜欢动了，说实在。
以前习惯，啊，实习不是习惯，懒得做，黄打你，这样行吗？这样 OK 吗？为什么？我发现下雨，网络都会变得很差哎。对啊，网络会变慢的感觉。哎，小敏是学什么的？读什么科系的？我找到这个。存折封面呢？你看存折封面，他没有特别写说要有账号，你知道吗？护存折封面影本，是不是？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打得好一点。封面看不出是谁的吗？他就没有说啊，奇怪。没事没事，以后就知道。对啊，不清楚哈，没关系啦，给他笑。其实在他心里，他妹就是个智障。谢谢青苹果的干嘛？你又按到，你不要让我退钱给你哦。是你自己按到，你自己不小心的。而且前几天就是，我们还在隔离的那几天，他有买那个 Switch， 就是运动的，有点像之前 Wii 那样。然后，哎，没有，我们玩 Just Dance， Just Dance 吗？还是运动的？忘记了。然后我就当传赖给他。笑死！可怜，你现在是在说我可怜吗？运动的还不错，小蛮。哎，但说实在，他，我觉得啦，因为他只有六种运动，可是你可以跟两个人玩吗？两个人玩还是可以四个人玩？我不确定。好，看这边哦，大家开心点喽，来！耶！一年后像我先。耶、yeah. ！很幸福，很幸福。
看我之后，之后可能还是会去打高端，就不会想要打那个副作用这么强的了。我跟我姐玩那个叫什么，那个什么剑的，我一直输他、欸。然后我跟你讲，只要我跟我姐玩，我的胜负欲就会很强。但是我姐一直赢我，你知道吗？我就跟他再一次，我要再一次，好痛。什么？哎 ，Popping 又来了。Popping 是自己平常在跳 Popping 是吧？好像是王健，就是那种啪啪啪啪啪，还是各种挥，不会打，各种挥。我之前玩那个 Just Dance， 我就有一首歌一定会输他，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讲要重来，可是我到最后我还是没有赢过他。超难过的。手灯品牌，真的、哦。你心里在想什么？我只是会，但他就只有那一首歌赢过，只有那一首歌。已经多玩很多次了，我还记得是 Twice 的什么 Fancy 哦，就会习惯输的，没有，就只有那一首歌而已，但是每次都还是输，好难过。然后到时候我就看到我累了，我不要玩了。想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，低头靠在风色展开，我平静的等待，不敢多盼，没有意外，百分之百你绝不可能来，我明白，享受着距离的忙，忽然间吹开，直到现在。奇奇一直在听我，那歌词我觉得我唱的好难听哦。我觉得我第一段 A 段和开头，我是觉得云爵跟品涵的声音都好好听。我是怎么了？有时候会哭，有时候会笑。或许奇迹也赶不及降临身旁，爱总太匆忙，不为谁停下，着急的转角的慌张，要让情人公子擦过我肩膀，命运的步伐在相遇之上，即将和我相恋的他。
女友，哪一句？女友是哪一句？跑去看我 IG， 可以追踪我 IG 哦。我是一个好，我要来跟你自我介绍。对，你好，我是 AKB48 Team TV 的一期研究生蔡一柔，我叫可以叫我肉肉，大家都叫我肉肉。欢迎追踪我的 IG， 我是一个很喜欢拍照的人。对，然后我想看。大家也可以把你们所认识的我给打出来。我是一个蛮疯的女生吗？我觉得还好，我没有到时候超疯啦，是比较没有偶包这样。应该滑一下我的贴文，大概就知道。通常照片都会藏在后面。他是个智障啊？对，我这个也没有好吗？中央空调哦，对，就是近期比较少女一些啦，就是头发留长之后，因为我在前几年我的头发都是比较短的状态，然后留长之后也比较看起来比较像女生了，对，而以前比较像一个小男生，虽然我的现在个性还是，然后我很喜欢恐龙。小渣男，然后因为我们团体总共有38个人，然后我很喜欢，就是到处好来好去，对，所以大家说我是个渣男，中央空调，哈，妥妥的巨蟹座，你也喜欢三眼怪，对，哎，我也很喜欢三眼怪，就是我很喜欢绿绿的东西，对，我也绿绿的。驯龙师，笑死！勾来勾去，按偷来按去，不可能就是左手勾一个，右手勾一个吧？巨蟹座都会被说是那个，就是如果人家有什么渣男排行榜，巨蟹座都有可能会在里面耶。但是通常第一名就是什么双子摩羯吗？不是脑户是可恶，射手。然后巨蟹座会被说是渣男的原因，是因为巨蟹座男生其实应该说巨蟹座就是很喜欢照顾人家，然后也不太懂得拒绝，所以就会被人家觉得说像是中央空调，他只是对每个人都好，但他没有这个意思。对，巨蟹座很念旧。天蝎是几月？天蝎好像跟我姐一样。是吗？我上次说我姐是怎么做？对，11月。跟我姐一样，然后我有三个姐姐，对，就是我们家的成员，所以我们家四个女生。我们家为什么会这么多女生？是因为之前妈妈很想生男的，所以一直生，生出一个我这个很像男的的女生。你很喜欢，你不要吵。肉肉身旁有巨蟹男吗？有欸，有，还有一个超级无敌可爱的侄子，可是他让我确诊，哈哈，妈妈很有毅力。不好哦，你也真的，我觉得现在就是太多了啦，防很难防啦。本来有被
哎，我房间先不要进去哦。哭啊，没事啦，之后还会有的。我们也有很多活动被取消啦。是谁回来？是妈妈回来了。姐姐还没下班，姐姐五点下班。这个叫陈恩的人继续不太需要理他，没有关系。没有，看你好像有话要讲。下不来，妈不来。然后我跟我的粉丝相处模式就是比较像朋友这样，就是呛来呛去这种。也没有啦，哎呀，我们的感情这么好，对吧？因为刚刚下雨很吵。的确，麻吉的，麻吉的，对的，对的，底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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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怎么可能是朋友？我们只是同事。你跟我是同事，你跟我是同事，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？押韵，哇！想等待，下不来。我们是商业关系，是这样。这件你有哎、欸，你干嘛学我？可能选上三级，什么意思？这是乐狗的歌吗？对，因为你喜欢乐乐，你确定你喜欢乐乐？下不来，好想吃章寿司哦。滚下来！哎、欸，掉花瓶！我记得之前有，好像林杰的粉丝好像是跳 Lucky， 讲错是、哦，我很喜欢那个自扫鲑鱼，可是没转到我每次。喜欢的我去都转不到。哎，我也喜欢哎，而且我喜欢牛肉、猪肉，我喜欢那个脆脆的那个脆，每次忘记它叫什么，就脆脆的那个。我比较喜欢藏寿司，我喜欢藏寿司的那个至少鲑鱼。小蜜蜂，我跟瑞瑞，啊哦，好像就是那个叫，好像他就是，好像就是他，那个什么，好像名字里有瑞的，好像有看过，就是他，他是不是短头发，没有戴眼镜，我在说什么？瑞瑞，黄。阿瑞，我不太清楚。好可爱啊！不是，好可怜，不是好可爱。我突然想到瑞瑞，我就想到我家阿瑞很可爱。脆皮烧寿司。我比较喜欢藏寿司，是因为我最喜欢他们的鲑鱼，至少鲑鱼的味道。不是啊，你看不对啊。找全联，我们家各种奇怪的电话打来，怎么会是找全联？小老鼠上灯台。偷油吃下不来，哎呦，啊，他有没有请客？
多吃多吃，好吃，真的好吃，不骗你们，多多支持好不好？我会把你们跟我姐姐说的。我说哎，真的有粉丝去吃哎。我还喜欢吃那个藏寿司的鲜虾沙拉，那啥，你说那是一些吃饭的，餐酒馆，对，说应该是这样。餐酒馆还不错吃，在公司附近。是我干姐姐姐夫跟朋友，好像是跟朋友合资一起开的店。对，我之前有去过试营运，然后试营运之后我们四个有再去一次的，没有很辣吧。我跟大家讲，我是真的就是不太怎么喜欢喝那个有气泡的东西。对，我真的没有很喜欢。个人真的没有很喜欢，不好喝。创意川食是什么料理？我突然忘记了。川菜啊，哦，对，是吃川菜的。吃个来呀，下个要去。这网络是怎样？我今天听的都这么的，好像这个网络哦，没有，就是，我发现我很容易过敏，我戴黄铜的也会过敏。然后就是，只要我的耳朵结痂之后，我就会很想抠。
然后你们就会跟我讲说不要摸，但我就想抠嘛。哎呦，声音很纯净。我原本以为黄铜不会，结果黄铜嘞，都跟你说了，住手，不要继续摸你的耳朵。再唱。我之前打耳洞之后，就是我以前刚打第一个，我打完之后就狂买耳环，也没有都说买很多啦，都跟你说了住手，不要再抠你耳朵，应该要这样。然后说实在，其实那些耳环啊，我都不太怎么能戴。没有，我们家从小就遗传，皮肤没有很好。你没看我的异位性皮肤也这样，我其实的皮肤也不好啊，我三姐的。那我已经习惯了。我之前看我姐的那个幼稚园的 DVD， 就是他们有帮她出，然后我是这样坐在椅子上抓我的脚，超好笑的。我小时候长得很可爱，没有人给你骗哦。我小时候很可爱。我前几天找到我的那个，就是在整理床垫的时候找到小时候的证件照，我拿给你们看。我的大腿，哦，没办法，放在房间，我在房间再用那个水烟式杀虫剂。啊啊，只能等下次了。什么还好，有捡到十块跟一块钱，其他就是一只灰尘、头发，这样，没什么东西。哦，你是说水烟式杀虫剂哦？我觉得应该不太会。因为我之前看水烟式杀虫剂是虫会跑出来在地上，然后有可怕的东西就把它扫起来啊，也还好啦。我们教室没有多到那种程度，可是有一两只你就会觉得很烦，就给它炸掉。我跟你讲，我最可怕的是我前年晒衣服，我们家阳台居然有壁虎，有壁虎哎、欸！怎么会有这么可怕的事情？而且它超大只的。我前几天在看我的现实动态，在观看人，你知道有人在名字取叫壁虎哎、欸。
图的大便是会腐蚀家具的哦，超可怕的！我不管。他是异常没有关系，可是他出现在我家。他出现在我家哎、欸，家具，这是有个可怕哎、欸。我前几天。我听到我朋友说他家里有壁虎，他就徒手用他的手去抓，我觉得超恶心的、我要哭了，好恶心、而且我鼻塞了，太可怕了。徒手抓蟑螂都很饿，壁虎的大便会腐蚀家具，徒手吃蟑螂是什么？我也是，我也不怎么怕，但老鼠我也会怕。导生剧是什么？我很好奇，去一个成员，就是怕蟑螂的成员那里刷满蟑螂的 emoji。他是不是会崩溃？老鼠，老鼠跟 Mina 不一样好吗？滑鼠也不一样，直接大叫。我是那种吓到的时候我不会大叫，我反而是会的这种。我也好想吃吃看台州的烧肉店。我记得我刚刚说什么，我也忘记了。超可怕！哦，你是台中人哦，所以你出门也会请人家吃。吃一些特殊的东西吗？请我吃花生，我不要吃花生啦，我要阿娘请我吃花生。还金地牌，你们刚刚讲到 Mina， 我想到。这我之前有讲过，但是有些人应该没有听过。就我有一阵子很习惯听自己的直播睡觉这件事情，然后有一次听，我听到之后我说什么声音，然后我就被吵醒了，你知道吗？结果一看哦，我看是 Mina， 我就按了暂停，然后放下。
就开始睡觉。就隔天起床，我重播那一段，结果是 Mina 看到蟑螂在尖叫，我被这件事情给打败，你知道吗？我也不算不当吧，而且 Mina 超可爱的，不算不当，我就是那有一次。应该说我现在还是会听声音睡觉，但我不是听自己直播。我就那阵子听听就睡着了这样。我最近都是听海声，海浪声。看到蟑螂在尖叫。啊啊啊，知道吗？回到那天少女，让时间停止那一场雨，只想拥抱你的生命的证据。我蛮喜欢听海声。听，等一下，听。海哭，听海哭的声音，这是我有的思念，我思念最近的天不是我，至少我很安静，可是泪水海浪的，对对，就是差不多像那样，我都听了，我最近都听那个。照亮泪水，也都不像你。那你们要听心灵肉汤吗？要怎么用？一二三，拍手！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主播菜肉肉肉。你们下来一点。现在的时间是2022年5月26号的下午4:06。耶！我们要来继续我们的心灵漏洞了，谢谢大家的掌声鼓励。好，今天的第一碗汤，听好了，耳朵打开，不要把心力花在跟别人吵闹，而是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。面对讨厌的人，心里有数就好，遇到不好的事，进退有度就好。许多时候，原本的好心情会被一件事情而搅乱，同事的诬陷，朋友的误解，某人的无情，这些都有可能。然而，面对不开心的事，我们要做的不是与其缠斗，而是选择不被坏事蚕食心情。生活其实就是在起伏的日子中安顿心情，也安定自我。生活与工作中一定有更值得你关注的事，有更值得你关心的人，自己不用因此失了心。放下不好的事，或至少放过自己。记得，我们要为自己尽量过好每一天，因为每一天都无法重来。真正的平静，不是你胜过了某个人的吵闹，而是你从来就没有被他们打扰。
这是今天的第一碗肉汤。为什么喉咙好痒？镜子比较 OK。好，那我要念第二碗肉汤喽。好不好？快走！听好了，别把时间花在离开的人身上，却忘了花时间关心留下来的人。一段关系中，无论是被欺骗或被伤害，发生了并不可耻，因为它给你机会看清楚本来在身边假装好的人。虽然托付给对方的信任再也讨不回来，但至少你懂得不再逢人就轻易交心。人终究是要往前走，为那些真正值得的事情出发。也许还是要走过颠沛流离，等待伤口慢慢愈合，但你也会找到更好的自己，过着更自在的生活。哭一哭也好，眼泪可以带走很多事情，笑自己傻也行，豁达有时也是这样来的。想好了就站起来重新出发吧，拍掉身上的灰尘，也拍掉那些伴着你的过去。这是今天的第二碗肉汤，送给你们。可是泪水，就连泪水也都不想听你哭的声音。我看到一只蚊子，没打到，可恶，可恶。我这碗肉汤我想着你一次，你哭好吃，好咯，谢咯。结果后来你的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哪里有公布我的？可以补我的，应该大家都可以吧？哇哦，我不知道哎，我不知道 ，I don't know 哎。什么警报器的声音啊！笑死！好，女仆装我已经寄回去了，我是用租的。我已经拍照给你们了，你们还想怎样？我是用租的，哎呀，之后再看啦。不急，好吗？我要再念一次这碗心灵肉汤。好，我要再念一次，我不管你们什么女仆装，我要再念一次，对。听好了，今天的第二碗肉汤，某一改。别把时间花在离开的人身上，却忘了花时间关心留下来的人。一段关系中，无论是被欺骗或被伤害，发生了并不可耻，因为它给你机会看清楚本来在身边假装好的人。
虽然托付给对方的信任再也讨不回来，但至少你懂得不再逢人就轻易交心。人终究是要往前走，为那些真正值得的事情出发，也许还是要走过颠沛流离，等待伤口慢慢愈合，但你也会找到更好的自己，过着更自在的生活。哭一哭也好，眼泪可以带走很多事情，笑自己傻也好，豁达有时就是这样来的。想好了就站起来重新出发，拍掉身上的灰尘，也拍掉那些伴着你的过去。这是今天的最后一碗肉汤，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好，今天的肉汤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，谢谢，拍手。我希望我可以打到蚊子，晚上不要再来吵我，拜托！我最讨厌蚊子晚上来吵我。哎呦，那个女仆装就再说嘛，不急，六月又还没到，今天才几号，一直要被女仆装，啊，我就发了，你们想怎样？啊，就还没到呢，奇怪，生气哟，欠骂。叽里呱啦，叽里呱啦，爸爸，爸爸，爸！小明，我好像爱上你了，爱上你。爱迪生气，只被自己被笑哎。爱你生气，你就是你，脾气差的偶像，给我笑，他跟你们讲说还没，弟弟讲，要讲几摆啊哦。哦，那你像那个什么过年回去，那个欧巴桑一直问说什么时候要结婚那种，啊就阿伯呀，这叫死吼，你讲袂听呢，你再讲，我就不穿，我告诉你。而且还没确定哦，哎呀，毕业了没？延毕呀！什么叫做你们家？也承恩说他要穿，我会帮你去跟美玲讲的。我已经结婚了，你不知道吗？我在去年的生日会。嗯，是去年，对，好像是。对，去年。去年没有。去年没有生日会。什么跟方法？你知道我的女伴是谁吗？哦，假粉，没有来看一下 ，birthday 啊，对啊 ，Happy birthday，
Happy birthday to you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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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实我很怕我每次这样。啊，没关系啦，但你现在应该也要知道我跟谁最好。阿洛菲赞啦。其实我有时候也蛮担心我这样讲话会有些粉丝不喜欢，希望大家不要走心。应该不会吧，玻璃心的只有我，你们不行，你们要给我强化玻璃，谢谢。你要确定耶，只有你会走心了，包子。很久之前就这样了，怎样？不要吵，叫谁不要吵，就你。你喜欢女生？你不是之前跟？之前不是你吗？你跟整系男子？你现在很坚强，没有，你没有，你也只是在假装坚强而已。随便讲话的部分都乱讲话，所以都不能，所以就是主持的部分麦克风绝对不会在我手上。小呆，你要去上班了？这么早？怎么不是五点吗？你是走心要去上班，原本是有点提早了。怎么可以这样？要付钱呢？不要了，不要为了我逃班，不要，真的不要为了我逃班，这不要，不值得。看一下，要给钱哦，知道吗？你是在哪里的火锅店上班啊？而且你不是住在北部。新竹哦，对啊，我记得你不是住北部。我这替你担心，你的钱没有拿到，你就跟我讲个会啦干。清大的南大校区对面，华语，这位南部。啊，那出事是 TP 本梯呢？请问，等一下，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。什么叫猜楼是不是 T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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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这件事情，是在 Hello。你要确定也没有，我只是疑问。如果我今天去，我是出事自己是 TP。本梯的话，就是如果我没认出来还要你出事的话，不是啦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假如我今天去我出事的梯，我会有两盘肉吗？我是 T 啊，我是 T， 我有阳性啊，对吧？我是，对，都是 T， 免费的，笑死。那如果我把38个人全部带去呢？你不就要吃土了？
谁啊？妈，手机没电了，刚刚卡了一下，我去看。包子宣布离职，笑死！哎，你阿年的头贴也太可爱了，我跟你讲，你要去D卡查，帮阿年的脸皮上去，那个陈之内最好笑哎、欸。请完直接离职，你不用，你就是你不要付这笔单的钱，然后赶快离职这样。那个真的好超好笑的，陈之内阿娘。叔叔，你把你的头贴换成陈之内阿娘好不好？最时尚蔡依柔，恐龙包。我觉得很好笑啊！哎，你有看阿尼亚吗？爸爸，辛苦辛苦。那个真的很好看，你没看，你知道吗？但我还是觉得陈之内最好笑。我那时候留言往下一滑，我看到第一个，我笑死哎、欸！而且阿尼亚他们，阿尼亚，陈之内阿尼亚。很奇怪，四点半。可能会多开个一分钟。这里没有两个半小时这个计算时间，多看一分钟。怎么了呀？你要我换头贴？我就说你下次还有没有关系？多看一分钟。我的须须。
天的眼线好像还不错看，但这边有点凸起来的感觉。恐龙吃剑龙，这是要的吧？在他们那个时代应该是这样没错。恐龙吃乌龟，它哪里像乌龟？它只是头比较圆而已，它看起来比较不凶。他们是不是累死了？是。是战力不弱吧，是这样没错。可能很忙，我也不太确定，但大概期间就是365天都很累。那个叔叔没有看过我的奇迹也赶不及。对啊，叔叔没有看过，你可以去听音乐，编太久了吧？我没有要编你，我只是突然想到这件事情，你没有看过。我一直都很期待你会来看我的奇迹这件事情，但是就是你没有看过，我觉得很可惜啦，因为感觉你会很喜欢看我跳奇迹。哦 ，DVD 会有。一直打哈欠。来。嗯，没有，我那时候就是到最后一次，我都在祈祷说叔叔会来看。没有，我是觉得你会喜欢这首歌，所以我很希望你来看，不是说你不来，我也编你，不是这样，你知道吗？不好笑哦，很烂。蛮烂的，真的。哎，4:30了。哦，真的假的？那你有看过迪克的？没关系，跟我们讲个很重要的事情。4:30了。你走心了，太容易就走心了吧？下班喽！恭喜下班，你们也要下班了对吧？姐姐要下班了，我要下班，赶快去帮手机充电。就是手机没有办法撑，你知道100%是没有办法撑2个半小时的吧？还有半小时，快了啦，半小时很快。嗯，啾啾，拜拜。出门小心，多喷酒精。押韵。今天没事情，去吃饭啊。你想等一下吃什么啊？菜物。单呀，不。好啦，拜拜哦。你为什么520这个这么可爱？拜拜，加油，娜娜，拜拜，不要太想。